啊，是啊，嗯。哎呀，我真的是打了好久了。嗯。我那个79年的属羊的。男的女的？女的。79年属羊的。你想看什么讲吧？讲什么？看我的卵巢，我月经没来了。79年属羊的。79年属羊的。哎呦。哦，你的腰啊，腰酸背痛啊，哎呦，啊，哎呦，走路都有问题哟，哦，哎呦，脚啊，两个脚有点肿，听得懂吗？啊，啊啊，我跟你讲啊，你这个人不能太激动啊，你现在心里有很多压力，你知道吗？是啊。不可以的。你要知道，而且你要学会要控制一点，不要吃太辛辣的食物。好、哦。你赶快要念心经啊！哦、像这种啊，我听你的，我说我的，我打后面我就什么都听你的话。啊，你第一你要烧49张小房子，好吗？啊、哦。第二。第二呢，你给自己的药精者烧49张小房子。第二呢，每天早上、啊、喝杯温水。好吧，有这个我是喝了2-3个月了、哎、我听你的话，我不要吃，我天天听你的，听你那个给人家看图腾，我天天听了你的睡觉。不要吃辛辣的东西，辣椒啦，还有这种醋啊，太辛辣的东西都会刺激你，因为我看你现在你的真的是你卵巢里边真的是不是太好啊，这个黑气很重，而且我看到有一小颗一两小颗的那种不好的颗粒状的东西，听得懂吗？所以你要特别当心，要保持干净。而且那我这个月经还能来吗？你把这些小房子49张念掉就来了。要几张小房子？49张啊，念掉吧。好，我一定做到。你不要太着急，什么事情不能太着急。而且像你这种情况是晚上啊睡眠也不好，你听得懂吗？嗯。对，天天做梦。睡眠不好不稳定啊，所以对你的血液循环呢，而且呢你有些事情呢，我怎么讲你呢，就是有些感情问题你还是要放下，你听得懂吗？好。你现在有感情问题你自己知道吗？嗯。要放下。就是只生了一个小孩，我想再生第二个，可是这个月事没来的，生不了。知道就好了。我跟你说了，有些事情可遇不可求的，你明白吗？嗯。那我这个佛台哈，我是没有设像我们那个东方台的佛台嘛哈、嗯、我们这里的那个习俗嘛，我放在那个六楼那边、嗯、那位置好不好？那没关系的，蛮好的。嗯，没关系哈。你是不是不戴眼镜的？眼镜有点抠进去的。你眼镜？我没戴眼镜。是啊，不戴眼镜，然后呢眼睛啊有点抠进去，是不是啊？就是眼睛，就是有时候那个眼皮它会肿起来。啊，对呀、啊，对，就是也可以，我那就是你了，啊、那就不是灵性的，个子不高是不是、啊？个子不高，嗯，鼻子、啊、哎，鼻子蛮高的，嗯，嗯，啊，鼻子蛮大、啊，那就是你了，那没关系了。那嗯，那我做这个加工的，能做得久吗？可以啊，你就是压力太大，而且呢，哎，这种事情怎么讲呢？你自己呢，在这种生孩子的问题上，你不能强求的，有的时候已经造成了你的心理压力了。你听得懂我意思吗？啊、我一直吃药，吃的我都、啊、吃了中药，我都怕了。我就跟你讲了，你这种东西完全是要人体正常的恢复之后才能生孩子的，你不是靠、哦、我就跟你说，不是有时候不是靠人为的，要靠自然生育的、哦、好了好嗯，好吗？好、嗯、不要做太多的不好的事。那我这一个不清，主要把小丸子念掉就好了哦，不用再吃药了。我觉得你先把小房子念掉，生理上稍微缓一下，放松，睡觉稍微早点睡，好吧？
然后呢睡觉之前念七遍大悲咒七遍心经，求观世音菩萨保佑我身体健康，好吗？哦，好。